三岁左右的时候，因为一场高烧，所以影响到我的，就是感染到小儿麻痹。那所幸的呢，就是影响到我的左肢，啊，那我的右肢还算是正常，所以我在一般的行走，或者甚至于是运动上面都是比较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感染这个小儿麻痹，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辛苦的就是家里的母亲，所以妈妈在从小的时候，只要就是听到哪里有可以求医，哪里有可以有帮助的，都是背着我们。因为那时候在四五十年前，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就是背着我们很辛苦的到处走，到处求医，这是我们比较感恩的地方。所以呢，我这一辈子，我对我妈妈就是，非常尽心的孝顺她，非常孝顺我的父母亲。因为在小的时候，这个邻居那时候，这个大家的智商未开，所以看到这种有小儿麻痹的、有肢体残障的，都认为是比较属于异类的，所以他们都会被耻。所以我们都会被耻笑，所以从小我们就建立起我们自己很好胜、很强盛的一种心理，就是说我们不能比他们差，我们要强胜他们。所以不管在学习上面，或者是这个性格上面的调养，就是比人家好强。所以相对的，在日后在我学习过程中，不管是运动还是课业方面，总是比别人好强，而且好胜心就比较强一点。那小的时候呢，我哥哥大我几岁，那他就很喜欢这个拆东拆西的，比如说像很多这个上八条闹钟啊，这个，那我们就是也很好奇，所以从小就跟着他一起拆，一起装，拼拼装装，这不知道已经拆掉多少个，常常就被妈妈这边就说，刚买新的回来，没两天又坏了，为什么那现在的闹钟这么不耐用？这是过程。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因为刚才讲过，因为个性比较好强好学，不想输给其他班的人，所以我们的成绩大部分都可以维持在中上，甚至于在前几名这样子。虽然但是不能够，总是拿不到这种前顶尖的部分，但是也妈妈家里父母亲也感到满意了。那升到国中的时候，要升专科的时候，因为对理工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选择这个电机科来学习。刚好这个这方面，这个因为兴趣所致，所以在学习过程就觉得如鱼得水一般，学得蛮顺利的。所以在学期间呢，也跟同学一起这个去考一些证照，比如说像电匠的、水匠的、冷冻空调，还有这些部分。所以我也很顺利，在学期间就拿到了甲乙种电匠的证照。那毕业以后呢，我想说，我有这种甲乙种电匠的证照，应该可以在求职方面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拿了这证照到处去找工作，你知道吗？这个我的人生第一次的哭泣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我找了很多很工厂，刚开始履历表寄去，甚至于笔试几乎都是 OK， 都通过了。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当主考官看着我从门口进来，走到椅子上面就问说：“你脚怎么样？”我说：“是小儿麻痹。”他说：“那你可以回去了。”你知道那种对心理上面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我在被拒绝了两三次以后，我回到家里面，真的就是大哭一场。后来我就给自己下定一个决心，我说只要是哪一家公司录用我，
我一定是尽心尽力，好，的帮助他在那边公司里面好好的打拼。哎，后来就我公司就愿意尝试的试用我，所以我也是就这样子很认真的在这家公司上面做下来。后来我就整个负责了整个厂的电的设备，包括高压电、一般的电，把整个厂做得很完整的规划，很完整的资讯，包括哪一个开关是控制哪一个，哪一个马达是哪一个控制的，全部都我把它做了一系列的子资讯都做得很完整。但是呢，高压电毕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这11000伏特，这个不小心碰到的话，可能就是下半辈子可能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做了几年以后呢，就觉得不太稳当啊，所以我就转到一般的这种，我们朋友在那边就转到一般的半导体厂做自动化设备的维护方面，就这样很平稳的做了几年。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远而忧则导，那在设备工厂里面有一些这个外商的供应设备商觉得，哎，我们在工作上面，觉得蛮优异的啊，而且在语文上面好像还可以，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在台湾他们需要一个售后服务的人员，然后就找我们谈了。那是一家这个瑞士的外商，那我们谈过以后呢，我觉得也应该在我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整个世面，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在这工作里面做了几年，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英语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是台湾的售后服务，而且人员不多，直接对客户，所以在任何报告、任何 report 都要对到原厂的时候，就是用英文，而且还要定期回到瑞士，跟瑞士的研发、售后服务还有老板，他们一起开会，才知道说了解台湾的状况。那开会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在上面，底下老板、底下各部门经理在底下，就是问你，当然他们是不会用中文问你的啦。所以无形中，你慢慢就会累积自己的这个能力跟这个程度。那我一个机会里面呢，几个以前的同事说，有一家代工厂，啊，那因为持续在生产，但是老板觉得可能老了、累了，不想再继续经营。那他们想说用最简单的而且费用最省的方法把它顶下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原本我就想说在这个外商这边已经很好了，而且待遇也不错，但是他们给我很大的诱惑，说你帮人家在那边奋斗，为什么不出来自己创业，而且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做，这个获利会更好。就这样我也受不了这个诱惑，所以就进到这个代工厂里面去。前半年这代工厂果然是真的，这个订单这个获利都很不错，每个月都获利，都做得很好。但是呢，委托我们代工的一家公司，它是上市公司，他觉得说我给你代工，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又加入你们的股？那是不是这样就等于鱼帮水，水帮鱼这样子？那我们当时也贪心了，想说这个上市公司主动来找我们，那我们依附着这个上市公司，是不是我们公司以后有机会可以转上市或什么样子？股份获利更大，这是人的贪心，这没有话讲，没办法。所以也就同意这个上市公司来入到我们的公司来里面，入股到我们公司。但是过了一两年以后，这上市公司它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它
他本业一直在亏损，然后就开始吃我们的利润，刚开始就吃我们利润，开始他这个代工费又没有给了，到后来因为他是大股，他说他要借钱，就用公司的名义跟银行这个借钱啊，拿领钱，弄到最后连利息都付不出来，到最后就代工厂就这样被亏掉了，就是关门关掉了。那关掉以后呢，还好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是做电源供应器，他说他们也缺一个需要电的人，那就问我愿不愿意到那边，他们是做一些可能需要研发的人员，需要一些制程改善的人员，那刚好都是我以前所做过的，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只好就再转入到这个电源供应器这部分来。在这边呢一待了十几年，所以在就是做一些研发的工作，产品的研发，新产品的研发，还有旧产品的一些设计变更改善。在这当中呢，我也开发出几样的新的产品，供给别家这个上市公司，还有一些业界的公司在使用中，所以也帮公司创造了不少很好的获利。那除了工作以外呢，那我个人的一些兴趣一些方面，就是我比较好动，可能是承袭到我父亲，我父亲就是好动，喜欢打球，喜欢做什么的，所以相对的我在运动在学习上面，在打球上面会打球游泳，会就是持续了很多年。像游泳方面，我参加过这个石门水库的长泳，绿岛的长泳。那桌球方面，球类方面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桌球，那常常就是代表桃园县啊打全国运动会啦，或者是打很多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个的所举办的一些球类比赛，在这边一起活动都打得还算是可以上得了手。那在工作上面做了十几年以后呢，然后突然间在跟同事那边聊说，你的老板年资你做几年了，有的说做了15年，有的说做20年，我算一算看，哇，我竟然我的老板年资已经超过30年了，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很老的感觉。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佛祖还是上帝还是谁在我边说，30几年了你还不退休，还在那里混什么？我想是不是应该退休，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问号。那我就想，我现在退休的话身体还不错，一方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家，一方面也可以到满足自己到世界去旅游或怎么样，都还有一些体力走得动，不用人家搀扶。因为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办理退休了。退休以后呢，很多人就说退休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有我的规划，就是把生活的规划还有一些理想的规划做出来，包括就是说退休以后我尽量拨出一点时间在做公益方面，就是像现在我到这个我们自己残障协会来帮忙一些这残障朋友做一些他们需要帮忙的地方。